还是没有瓦尔特先生的消息吗？以现状而言，可以断定他失踪了。天命的卫星拍摄到疑似瓦尔特先生的人在圣方丹的萨阿德车站下车，然后就彻底断了线索。整整两周没有联络任何人，也没有留下任何出行记录，就像一滴落入大海的雨水。根据特斯拉博士的说法，他的确是收到了圣方丹政府的邀请才离开 ET Studio 的。他这个人你也知道，总是会被卷入莫名其妙的事件当中，但最后都能平安无事，所以大家最开始也没有太担心。但这次时间实在太久了，而且圣方丹的样子也有些奇怪，是吗？你也发现了？从卫星拍摄的影像资料来看，这座城市仍在正常运作着，一如往常。但这就是问题所在，以现在这个时间点而言，它未免有些正常过头了。圣方丹是一座旅游业发达的多元城市，一年中随时令变化，有各色各样的节日与庆典。但就在这么一个旅游旺季，影像中的圣方丹各个城区的人流量却异常平均，实在有些违背常理。反常加上反常，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那座城市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不宜迟，我建议测试完成之后立即出动第三小队前往圣方丹调查。我也是这么想的。说到测试，感觉怎么样？你的两个小学徒？主教大人又在开玩笑了，我可不敢说自己能当他们的老师，尤其是他，圣弗雷亚有史以来第一位男学生。哦，你也很关注他呀？没有人会不关注吧，他在入学之初就备受瞩目，这也是你的功劳呢。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直是人群的焦点呢。不过他也用实际表现证明了自己。而且还是个很神秘的孩子呢。神秘？他在向我汇报或执行任务的时候，通常都是一副一本正经很内敛的样子。可偶尔他也会突然做出一些幽默甚至可以说是搞怪的行为，让人捉摸不透。也许他其实比看上去要更成熟，或者更幼稚，我也说不准。这就是当代的年轻人吧。但我能看出来你很信任他，毕竟一向谨慎的你却向研发部门推荐了这么一位新人成为神火试炼的试验者。说到那件事，其实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虽然他的资质十分优秀，但那种在无意中流露出的不顾一切的责任感，希望这不会害了他。抱歉主教，我应该相信他的判断力。会担心也是自然的，但有你在，那种事不会发生的，对吧？
那你的另一位队员呢？我记得是叫卡罗尔吧？卡罗尔啊，他还是那么的卡罗尔。队长，你叫我吗？我进来了。说到就到，主教大人，先失陪了。进来吧。那个，队长，你找我吗？怎么啦？诶，你刚才在和主教大人通讯，发生什么？误会啊，最近我都有好好在听课的，也没有违纪，晚上也都老老实实待在宿舍里，一次都没有翻墙偷溜出去过，我可以解释的。放心，找你来是为了别的事。今天是模拟测试的日子，你没忘了吧？啊，所以不是要骂我？啊，吓死我了！测试的事，我当然记得。昨晚已经突击特训过了，嘿。看你的样子，又临时抱佛脚了吧？提醒你一下，你不仅是圣弗雷亚的学生，同时也是天命特殊部队第三小队的成员。对你而言，这场测试也是一次对内考核。第三小队刚刚收到了主教下达的重要任务，模拟测试的表现会决定你在这次任务中担任的角色，要认真对待哦。啊，又要外出作战了吗？我们明明才刚回来没多久。别担心，这次的任务地点是一个气候舒适、风景宜人的好地方。才不是呢，我在门口都听到了，什么圣方丹，又是旅游又是失踪的。听起来就是个艰苦的地方。队长，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结果我们在东非大裂谷睡了一整周帐篷。这次我不会再上当了。要不队长你直接给我打个不合格吧，嘿嘿，这样我就不用出远门了。卡罗尔，我记得入队时你可是信誓旦旦地说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天命战士的。我是说过，但成为合格的作战队员也需要时间嘛。现在的我还需要茁壮成长，再给我一点时间，下次任务我一定参加。那我就如实汇报给刘易斯前辈了。千万不要啊，队长，给条生路吧。那就好好努力吧。主教大人也很期待你的表现哦。啊，
连主教大人都……哎呦，总觉得自己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我会尽力而为的。那么，跟我来吧。哎，真倒霉，原本还想偷偷懒，早点结束和金杰尔他们出去玩的。这次测试会重点考察你们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能力。首先是武器的使用，基础中的基础，能做好吧？啊，太阳好大，天气预报明明说是阴天呀，我都没涂防晒。卡罗尔，把注意力放在任务上。啊，好的，明白，我再提。我刚刚说了什么？大概是，麻烦队长你再说一遍。使用特定的攻击连携，可以更有效地击倒目标。再试一次，记住出招的顺序和时机。很好，试着击败下一组目标。逆天斩头四号，飞天灭地拳。接下来是身体素质测试，尝试躲避敌人的攻击。集中精力观察对方的动作，以你的身手应该不难。为什么要躲呀？这种程度的敌人，我一拳就能砸个对穿。卡罗尔，知道了，我躲就是了。这种难度对我来说根本是小菜一碟，轻轻松松啦。那是当然的，这只是热身而已。我就知道不会这么简单结束的。刚刚的测试说到底还只是演习，敌人依照既定的程序行动，攻击千篇一律，动作也一眼就能看穿。但在真正的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意外随时可能发生，思考的时机也往往只在一瞬。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合理的判断，这才是对你的考验。好了，我们前往下一个场地吧。警报！哎，怎么了？是我，发生什么事了？什么？队长，怎么了？测试用的战术机甲因为不明原因失去控制，正在攻击校园里的学生。
什么？机器人失控了？别担心，校内的教官和老师已经出动了，人群正在往安全的地方疏散。除了一名受试学生，暂时没有人和失控机甲接触。卡洛尔，测试终止，你留在这里待命。一名受试学生是谁？是金吉尔。啊，金吉尔！冷静，卡洛尔。测试场地配备了紧急避难用的电磁屏障，能够保护他直至救援赶到。他的测试场地，我记得就在这附近。队长，让我也参与救援吧。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贸然行动只会让局面变得更加混乱。我是天命特殊部队的队员，我有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和责任。卡洛尔，服从指示。队长，你可能是对的。不，按照一直以来的经验，你总是对的。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坚持， Spice Girls 绝不抛弃同伴。你告诉老妈我测试不及格吧，我要去救人了。卡洛尔，救你出去。解决了，小菜一碟。哦，对了，金吉尔呢？你有没有看见他？
机甲的损坏比我预想中还高，真是不能小瞧你啊，这下又要被博士们念叨了。不过好在测试也算是顺利完成了。等一下，难道你们联合起来在骗我？根本没有什么机甲失控，金吉尔也没有危险。不用这种方法，你恐怕不会百分百认真起来呢。队长，金吉尔，你们都是大骗子！好了，卡洛尔，你就别闹别扭了。哼，这次突发事件是我向主教提议安排的，最开始也说了，这次考察的重点是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当然你会生气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向你道歉，但同时也要祝贺你，卡洛尔佩伯队员，你以合格的成绩通过了测试。啊，只是合格？队长，这不太对吧，我明明完美救出了金杰尔啊。啊，不对，我还在生气呢，不和你说话。没错，你救出了同伴，自己也平安无事，但同时你也放弃了自己的任务，没有遵守我原地待命的指示。完成任务和营救同伴，这两个都不是错误答案，但也没有哪个一定是加分项。结果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还有做得更好的空间。那如果我选择留在原地，当然会有不同的后续测试了。当然你的表现还是非常棒的，主教大人也认为你足以胜任圣方丹的调查作战。至于有待提升的部分，我们就在作战过程中进行更进一步的指导吧。综上，牙医队长给出的最终测试成绩合格是非常公允的，明白了吗？这也太狡猾了。不过我还是有些好奇，到底什么样的选择才算队长标准中的优秀呢？那当然。队长，那个时候说了什么？我好像记不太清了。我可能真的不适合念书吧，怎么连这么重要的事都记不住呢？可是没关系，队长，
现在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得更好了。完成任务，营救同伴，我当然是全都要做的。就是这样残酷啊，但是现在的我也是状态绝佳呢，我是不会放弃的，来吧。Thank you.